假卡假卡假卡！哎，兄弟们，我发现奥特曼卡片，但是这个是假卡吧？你们看，都是一些假卡，这个做的蛮逼真的嘛，肯定是假卡呀！你们看，这不是假卡，我倒立洗头啊，兄弟们，这不要不要不要！假卡坚决不结，我们走。哎，这边怎么？哎，这个不是假卡吗？ 哎，这个是真卡的，兄弟们，这个是真卡，这个是豪华31弹，这个是真卡可以捡走，但是这几包是假卡就不要了，不要不要。哎，这个看一下，哎，拆过了 ，CP 包拆过了，不要不要，这个假卡，拆不要，走。哈哈，兄弟们，发现了真卡，这个是真卡，兄弟们。 这肯定是真卡，这个我拆过的，是真卡，真卡，这边还有一包。哇塞，哎，这边又是两包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假卡，假卡，假卡。哎，好像不对啊，兄弟们，感觉是个是真卡耶，你们看，X档案5周年，还有卡游标记的，哇，不会是真卡吧？打开来看一下，哎，里面有卡包耶，这个卡包不会是真卡吧？哎。 还有卡游标记，我去，不会是真卡吧，兄弟们？看看这个是几弹的？我勒个去！你们看，这个是荣耀20弹，这个是最新荣耀20弹，我以为是假卡，不是吧？你看都被我踩破了。我觉得损失惨重啊！那钢铠几何？哎，这边有一个豪华大卡脆啊，这个大卡家都特里家封面的。你们看，这边还没有拆过封的，这应该是大卡车第7弹吧？听说运气不错呀，兄弟们。 但是刚才那边好像还有几盒呀，还有几包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刚才那几包肯定也是真卡，我们找一找，找一找。哎，没有啦！我去，刚才那几包没有啦！不是吧？刚才那几包居然不会被别人给捡走了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，损失惨重，损失惨重！还好还有半盒，居然被人捡走了！我去！哎呀，损失惨重啊，兄弟们！这边我数了下，只有10包了，那几包没有了。 这边还有4包的豪华，4包的经典。哎呀，亏掉了呀！哎呀，不管不管了，都拿回去拆卡吧。拿回去拆卡去喽。评论区能打出这个字的都是天才哦。今天居然发现了10包荣耀，真的是往歪歪呀！那好吧，李家给保佑，祝我拆出好卡。来看看是什么卡，来来来 ，S啊！大家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话，可以给我点赞、关注。来来来来来来 ，S啊！ 好卡好卡好卡 ，S 啊！哎，怎么没有好卡呢，兄弟们？好卡好卡 ，S 啊！进来传奇了，传奇传奇传奇 ，S 啊！不是吧？难道好运都在荣耀了吗？经典跟豪华不给我给力的吗 ？S 啊！继续继续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了， 是一张索尔人卡，简诺跟麦克斯索尔人卡，第一张满星卡来了。 看看这边 S 啊，哎呀，看来好运都在荣耀呀！来，最新荣耀20弹，我们看看，这个是新版的 HR 特里加特买空中型，新版的感觉很酷啊，兄弟们！看看背面，背面没有多大改动呀，就正面改动了一下。这边哎，一张鱼啊，永恒闪耀特里加，这个剧情卡好像也有改变啊。来，第2包。 哎，迪迦奥特曼空中型，哎，这个手势很屌啊！来来来，这个剧情卡，然后是一张鱼啊，迪迦奥特曼贝塔冲击，好，再来一包。这边 HR 迪迦奥特曼闪亮型刘凯，这边还有什么剧情？哎，兄弟们，一张 BCI 耶，哎 ，BCI 也改版了吧，兄弟们，你看 BCI 也改版了耶，这个是奈克赛斯奥特曼成年形态，攻击力15,600，防御力也是15,600。 BCI 改版了，厉害！来看看下一包，来，德卡奥特曼强壮型德凯，然后是张巨型卡，这边是一张鱼啊，捷德奥特曼奇迹型，哎，还有一张吉米卡耶，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，运气不错呀，兄弟们，吉米卡可以兑换，哎哎哎，兄弟们，今天运气牛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SHR捷德奥特曼精明形态，哇塞，兄弟们，今天运气牛不牛？ 来看看这边，哎，兄弟们，一张Z啊，永恒闪耀特里加，原来Z啊跟SHR可以在同一包里面呀，兄弟们，右边小心心给我点一下。
这是欧气满满满啊，今天欧气满满，来特别叫他买复合型，然后是巨金卡，哎，这边有两张巨金卡耶，这边是一张鱼啊，亡灵金浪，二十张的巨金卡，这张有两张，来再看这个德卡特买强壮型，这张重复了，然后是一张巨金卡，这边是个，哇，这张挺酷的呀，德卡特买阿尔法装甲，这个背景你们看像冰块一样的，结冰了，还有最后两包，来来迪迦特买复合型，新版迪迦 HR 剧情卡，这边杰诺奥特曼，来最后一包了，最后一包，最后一包，真特里加，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，真特里加，这边是一张剧情卡，然后是德卡特买强壮型，哇塞，今天居然开出了这么多的满星卡，那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小韩大聚会，大家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可以给我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